倘若手掌厚实，亦大富大贵。从相术学的角度分析，手掌厚实者，财运事业基础甚好，都时刻充满着干劲，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，使得他们的求财之路十分畅顺。手心凹，能有财来聚财，想着赚钱的欲望，感情线末端分叉，其中一个分支中指于食指和中指之间，由此手相特征的女生品性端正，忠厚老实，对爱情的态度忠贞。手中有三条伸长的财运线，从水星丘出发向下延伸，其中一条财运线与智慧线相交，继续向下发展，又与生命线相交，形成了严密的三角令奇纹。那么此人必定一生钱财不缺，越老越有钱。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的手掌食指尖尖，收如竹笋，掌背丰盈，小指上翘，那就不要等了，这样的女人一定是富婆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样的女人一般是通过婚姻获得富贵，或者是离异后获得丰厚钱财，又或者是婚后丈夫发达成为贤内助，具体是哪一种还要看手纹的具体走向方知。周易预测，八字算命，手相面相，婚姻爱情事业财运风水法事人生规划趋吉避凶等，旺结善缘。师傅微信2623976806。